小月，你就在家里好了，这么早起来困不困啊？一起去吧，今年多不容易，多个人也多份力。那你把维新带起来，早上外面很冷的。走，那这样。你比我进来呢，给你干脆的啊。给伢子操老弟嘛，但是漏了皮吧。那。哦，我一同都马老爷去，那怎么能找这里还方便嘞？那大爷姐了，你去产几毛钱给了钱。我产伢子，你同都马里面去嘛哦。阿姨，萝卜要不要看一下？萝卜多少钱？八毛钱一斤。这种圆的都很好吃的。这种很甜。现在都没什么人了。凌晨批发就是这样子。几次看一下吧。我买这个。我过来买的。阿姨，萝卜切切吧。切这边，家炒西子呢。阿丁，个头大的都被挑完了，剩下的怎么办呀？自己的是卖的差不多了，主要叔叔的一个没把它卖掉，拿回去又放不住。要不我们去饭店看看？那我们现在走好了。看样子今天是肯定卖不掉了。要不你再去前面看看吧，我也去前面的超市看一下。好。哪有人要啊？萝卜卖不掉，你还要进去逛超市？是。赶紧回去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外面太冷了。这个钱我帮你算一下。你比谁都还了解我，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，所以当我把铁盘纸放的时候，你不服我但陪我学忍痛。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手舞足蹈了梦想。从来没有谁能说。你把萝卜拿下去卖掉吧。怎么又突然卖掉了呢？打你电话也没人接。我手机没电了。今天早上我去的那家超市，我看里面都没有干萝卜。我问老板拿了吧。最后他说也支持一下年轻人创业。
让我拿过去卖卖看。哎呀，我又不好意思在他那里买一点吃的。傻瓜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啊？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那明天把输的钱早点给他，赶紧先吃吧。基地和雪花空间只微笑要暖的像太阳。